回头看，58%。它的电呢？不是有在录吗？有。这我不知道上，我每次都快滑死，我要承认。做女风犬是不是？还是要爬这一段？好累哦。穿嘞、脊椎啊，就是去靠，然后靠到硬靠到，然后就是哦，好痛！你看有人排队吗？看得到吗？怎么排队？鼓掌啊！哦，好看，没人啊，这一间吧？是这间吗？就这一间啊。行，那边过来第一间的。嗯。有两个雪板。嗯。还有四个人走过来。嗯。偷看哪草？后面有个草。嗯。这一侧没有，但是那一侧有。不失为一个好方法。它拉起来了。哎，有看到一些灯。哎呦。那不理。怎么不理？不理那一间。走。应该是那一间吧，不可能是这一间吧。搞不清楚啊。还是是这一间。不确定啊，我真的不确定啊。要滑这个，要滑哪里？这个滑到你碰啊，就外面哦、喔、啊，就可以回去套了。你说这里还可以滑哪里？嗯，我现在西式牛排。嗯，西式牛排，先问他用不用那个，用的话就可以考虑。好像省钱吧。那这样就可以花掉快一半，好像可以。再怎样用来吃，总是好的。还是要故意走这边，然后沿路刮下去。那板子要拿着？没有，就是一路滑过去。可以吗？一路穿过去可以啊，那个是可以滑进去的，然后就出来了。进去又出来，你确定这个距离我们够回到桃园？可以。他们做这小屋子真的有鸟住啊！我想，这个还烂掉了。嗯，鸟真的要进去吗？还是松鼠想进去？这里有一个。嗯。这是屋子吗？不以为是。还是监视器？我是看到有别的雪场有那种对着雪场车拍的电视。好冷哦、喔！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觉得好冷。脸有一点。
我脸应该有遮住，我现在是大腿，现在手好冷。大腿有一点。我们整天都受到盖子的包。好冷，好冷。其实没坐过广州啦。但是也等于有坐过广州啦的意思。的路线。除了那一小段绿没有滑到以外。为什么这里一块是烂的？烂，就是没有泥啊，没有雪啊。它也山，因为它有水吧？三连雾哎，对，三连雾，真的干什么小雾水？好，好冷哦，我早上真的好冷，好冷。你是因为那小朋友，你觉得他快要滑下去了，所以你就护着他，是吗？没有啊，我一开始就这样。真的、哦？那他也没有不舒服的样子？没有，他就靠着你。万一他突然间那样的话，我就抓住他。你说他乱扭，然后掉下去了，对啊，我就觉得小孩子好像很容易滑下去。没有，那个就很，我那个他就放好，他就自己抱着。我那一个他是头往后的，头往后，他就看我们啊。头没有，他其实也没靠在我身上，但是他头往后，我就觉得他屁股到底在哪？屁股如果在很前面，不就下去了吗？嗯，对啊。我有帮你偷拍，对啊。哎呦，好有爱气哟、哦！你还都没有用肩，手都没有靠着我，然后还靠一个小朋友，还勾着他，他就是滑下去。那这样要右转吗？还是不是右转，左转，先左再右。啊，还能右吗？我先左再左。没事。
是吃牛排的，是吗？那现在去问吗？问什么？我开到那。啊。先问。好啊。那你就这两家都问一下。嗯，都问。对啊。小心走可以，所以就是吃牛排吗？可以啊。那还有这家，你不要走回来，还有这家。那我板子在那。可以写，对不对？你有问清楚吼，他真的说可以用吼。他还把那个拿来 scan 的 QR 给我看。好好好。好你还是从这边下来，这边太高了。我的红茶都是可以这边都有吗？就不知道啊。我没有吃过哪家没有的。只收生产。然后现在比较哑巴的事情是他出去。他是你方去。对，可以哈。就做啊。小朋友，对，
今天来吃牛排。是啊。这个牛排应该不会挤吧？要先泡菜。嗯。好问题。应该是先吃再泡。对。因为要达到这里，用滑的已经是比较快的方法了。泡完以后，该怎么滑到这里来？就走的啊，就车子开过来用走的啊。真的、哦？因为吃饭，我觉得穿普通鞋比较舒服。哦。你觉得嘞？好吧，那就多走一点路吧。吃的店不见，就是讲意大利面，然后我还弄了一个什么，就是他还把半个起司，然后上面烤一烤，然后淋在，有点那个，对，不错，很，那因为我在英国吃到的，所以我觉得很有趣，但是这里放的是板价，吃到跑。周小班现在他的身高来滑，会不会就已经太高了，很辛苦？又再了一个人走，为什么回事？不知道，而且是没有真正有事，他就只是想说我不能下去，不能下去，是真正有事的就要被包起来了。上次那个什么，就在眼神看到真的很恐怖，给我整个包起来，包得那么紧。对，在下面就看到，跑出来了，吓死人了，那种包成那样。因为这样运送是最安全。是哦。就算万一溜走了，那就是那个下面就插在一个地方就好了。但是头露出来，速度加速什么的，头就是第一个被攻击的。你流线型就比较不会被打到。那个做套的滑回去啦，要滑回去啦。而且你可以吃掉一手。我还吃哦。你要的话，你今天不要了。我心心念念就要给你吃了。今天不要好了。你是都不想滑了、啊，怎么比我还？这都还好，所以我就说我必须要找到一个目标，所以我不是跟你讲了。哇，你今天才回去看影片？看对啊，我要找一个影片来看，说到底怎样？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做的小转不确实，我在那边吃，就是说。减速的力道还不够强。然后我看那个，我记得以前看过小转的影片，他就咻一下就只有半个弯哎、欸。那个力道很强。其实那个力道你要强到说，你那个脚跟蹬的那一下会蹬出超多血啊。那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？就是人造馒头。但是我怎么看别人小转都在跳啊？类似。一直跳。类似。就左右弹来弹去的跳。那个不是跳，重点不是跳起来那下，重点是蹬下去那下。要起跳之前蹬下去的那下，就是刹车最强的那一道。然后蹬下去的那一下，就是会挖出洞来的一下。然后这边挖一个洞，那边挖一个洞，再蹬。那你就去照着人家很急去练就好了。没有，但是我没有要诀啊。要是我知道平衡怎么平衡是适当的话，其实馒头是简易比直接下简单，因为馒头等于有人挖好楼梯，你就照着那个铲，你就会停下来。对，但是那个很深啊，我就不知道踩下去我会是什么状态。所以，我要去看一下有什么情况。
的时候会这样。对啊，但是他会觉得他自己很厉害，尤其这里的人都很凶。
走最绿的回桃园线吗？回最绿的回深塔线吗？走一次看看好了，因为没很前面没走过哎、欸。你姐是在这个地方 ，OK， 这我就转不过去，还是在更那边。嗯，对啊。
已经多大了？嗯，看有多难过。但是他你看他休息的时候，就是面对山下。
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侧架，它就面对山下就可以往下蹭了。这个就是右脚在前面，对，这个比较少见，大部分都左脚在前面，所以我个人认为以恐惧心来讲，用不惯用脚切还比背对山下简单，背对山下应该是他们最害怕的。竟然没太阳是吗？啊，要收工竟然没太阳是吗？不是，我是说竟然看得到太阳。哪有太阳？下来一点，看在那里。哦，哦是啊、哦。拍一张好。好朦，好朦胧哦。好像还蛮好滑的、啊。所以你每次都在那边讲说你不会，你不会跳，是因为你用钢鞭所以不会跳，我用板子所以会跳吗？是啊是啊。啊，我就不会用钢鞭，那你说要怎么办啊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是重心调对之后，才越来越能用钢鞭的。所以我就一直叫你学到头啊。心压住，压住好像也不会跳。屁啦！真的？还是说我板子太轻啦？我就跟你说，你跟我，你跟我晃晃看啊。啊，我姿态没可以吗？我的板子还是比较轻啊。板子跟人的重量差多少？人的重量才是主要的，好吗？脚没有踩哦，所以，哎、欸，我跟在你后面，你黄色。本日の来場予定は。
你最后两个弯，你觉得你有踩得很三脚，一只脚中，一只脚没踩吗？不知道，忘了。你要讲什么？最一开始出发的时候，你横的时候就是一条线，接下来的两三个弯之后就变成，是这种线，就在滑走。对啊。嗯。收工了，没有很差。这个可以抽上去吗？不
不知道哎、欸。刚好不行，完蛋了！不要，后退很危险。哎呀！